罗嘎打光啦！然后萨利嘎嘎马布隆，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八点整容频道。大家晚安，我是主持人阿洛。其实呢，在我们的演艺界当中呢，其实有很多很努力在耕耘演艺事业的族人朋友们。早期的时候呢，我们大家都知道，演艺界呢其实是一个非常不容易在这个地方生存，甚至可以那个就是鹤立鸡群。但是我们会发现，越来越多的演艺界的朋友们呢，有越来越多是属于家族式的，开始进攻了我们的艺坛。而且呢，一个人当艺人之外呢，也可以影响家里其他人一起共同来参与，在演艺事业一起共同经营，而且开始有泪有笑的来努力的耕耘。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当中呢，要一起来分享一下家族式的大明星，家里有一个大明星之外，还有其他的明星在，为什么会互相影响？而且到底这样子是怎么样互相影响，成为有更多的火花，甚至呢可以影响更多更多的人。我们今天来听他们现身说法。首先介绍吴氏家族，吴廷弘爸爸。你好，大家，哎，阿洛，谢谢。对，你好，欢迎吴氏家族的第二位成员，也是我们浪漫紫罗兰的代表，吴亦凡。Hello， 大家好，洛姐好。对，姐哇斯。接下来是我们的一伟。Hello， 大家好，洛姐好。对不起，对不起。哎，你们三个人就是算是第一次同台吗？还是很久没有同台，很久没有，很久没有同台了，因为前一阵子我前一阵子在出国啊，进修进厂维修，到国外进修。哦，好，这个是我们的 family， 接下来要介绍的是另外一个 family， 他们是来自于卢氏家族，我们介绍一下卢静子小姐。嗨，阿朵你好。另外是卢静子的那个侄儿哈，就是也是我们的大明星卢学瑞。Hello， 大家好，洛姐好，我是卢学瑞。对，很有气质。这两位不是那个不是母子啦，对不对？是姑侄。对，姑侄。对。就是姑姑跟侄儿，对对对啊，你小时候就看到姑姑，那你知道她就是以前当红的明星，哇，响当当呢，你知道吧？当然知道，她的唱盘是你知道可以累积到，是啦，已经破三位数了嘛，听说的专辑量。对呀，他们那个时候是创作歌手，很厉害。对啊，才女的部分，才女，对不对？对。然后所以卢静子后来看到了学瑞出唱片当一个歌手，哎，你们家族当中。你有没有觉得很高兴？有，我就想说，哎，我有个第二代的。你有一个第二代哈，对。所以他从小就很会唱歌嘛。对，小时候就很会唱，都会唱那种老人的那个。哎呀，你小时候是唱老人的？对，都唱古调的啊，因为音很高嘛，没有变声，而且我爸爸都会叫我出来，然后就跟他一起合唱，然后要唱那种阿嬷的部分。你要唱阿嬷的歌，对，就嘿呀嗨哇嗨呀，就那种，我都要唱。他都唱高音，扯喉咙的那种。所以你是跟老人家一起学，也跟姑姑他们一起唱歌。对啊，因为从小也是听姑姑他们唱嘛。哇，这家是感觉比较和睦了。我们这家吗？还不错。哎，这样两个人也算第一次同台嘛。对啊，全球首播的意思。全球首播。我们先来介绍，因为这两家是分别不同的家庭，对不对？比较早出道的应该算是卢静子。哎，是。对，是。那个伊娜，你是大概多久以前？你但是出道的时候是民国，我不敢讲啊。啊，不，没关系啦，很多人都大概知道你的年，你陪过你一起成长的年代，对不对？那是从那时候出道的时候的那个开始是怎么开始的？那时候都有参加那个像歌唱比赛，台语歌唱比赛，唱台语的，台语，然后国语的啦。没有原住民的，过后，然后我就夜来香，把它改变我们原住民的母语这样子。带拉卡国的苏瓦纳，巴弗里多尼尼哈纳，哇，我凡西塞哈纳，我哈那耶那一些。这样子，好美，好听哦，好棒哦！你真的看起来就是唱歌的感觉，就很像那个以前的巨星，有没有？很有的韵味，八大雅集的味道了。对，然后又有邓丽君的小姐的感觉，对，就是以前的巨星都是这种感觉啊，大家有气质，对。然后那时候出道了，就是开始发片的，就是人家发现你的时候，出第一张唱片的机会是怎么来的？就是。
看到我参加歌唱比赛啊，就找我哥哥。哦，就看到你在歌唱比赛里面得奖，然后表现很好，就出唱片。啊，然后嘛，有歌唱比赛我都参加。我会讲说，我要拿第一名，我不要第二名，这样真的我第一名这样子。哇，天生好手。连我哥哥啊，叫卢英志啊，有时候我参加歌唱比赛啊，你有来哦，颁奖的时候我第一名。你好会哦！他只要你去报名那一刻，他就先不要比赛，先弃权。对，先弃权这样。其实一凡也是这样来的，对不对？歌唱比赛出现的。对对对。那爸爸呢？爸爸的出道是怎么出现的？我出道也是很自然，因为也是很自然，很自然。因为那个时候我已经在做幕后的工作，嗯，我当这个。歌唱的老师，先从幕后开始。先从幕后，然后也开始在做制作唱片，然后帮制作人写歌，嗯，那写了很多歌哈，嗯，然后包括以前的团康那个救国团的歌，我就从以前就开始。那怎么样走到目前做第一张？民国84年，对，有一个制作人张老师，他跟我讲，对，62年到84年，哎，我因为那时候我都在Piano Bar啦、酒店啦，然后这个也是陪我到酒店去的，小时候，我女儿，对，因为那时候演歌唱的人，你如果不是当大明星，就是在一些表演的地方，那就是一些，对，应该算是一种Piano Bar啦，对，Piano Bar、酒店，然后制作人就找我，他说，哎，这个。给你出唱片好不好？我说好啊，出10首歌的台语的 rock。我们这些原住民打不起来，一开始都是以台语歌出道的。就是对啊，我就跟他讲说，拜托，5首歌给我们做原住民的。哦，这种就做，你就开那，所以那张专辑当中有5首是原住民，5首歌台语，5首歌是哇，这个专辑是怎么样判断它是归纳在哪里的类别呢？还是以前专辑其实以前专辑是新闻局规定，你的专辑最少要6首歌，但5首5首差一首，刚好碰上过年，我们就唱那个恭贺新禧的那个爵士版。爵士版，我有听过，这首我有听过。怎么你们会吗？还怎么唱？忘了，不会。那你后来呢？出道了之后呢？自己是歌手，你就开始会期待你的小孩子也学音乐吗？因为我跟我小孩，因为从小的时候我就逼着他们开始学钢琴。对。尤其那个最小那个。尤其是最小，但是他最不是最不那个不想学，男生很难坐得住。对呀，他明明要出去打弹珠啊，爬树。也不是坐不住啊，就是因为我以前国小是那个民俗队嘛，然后就我们要弹钢琴，可是大家男孩子都在玩，然后我一弹钢琴的时候就会被人家骂。然后你要做很 man 的事那种感觉。对，因为同学都很 man。开玩笑，我跳绳对很 man 呢，哇，拿一个跳绳，哇 ，man 的嘞，就跳绳呢，干嘛去弹钢琴？对不对？但是不过还是每次那个就是学校不是有什么歌唱比赛，我还是在旁边弹钢琴。对你还是有一个才华、啊，但是你有在好好学吗？那时候爸爸没有，我小时候完全没有。那你呢，吉娃斯？小时候我就是偶尔偷偷会偷懒一下。对，女生比较容易，比较乖，可以学啦。女生比较真的是比较乖，没有朋友比较少了。你们那时候看到爸爸出唱片的时候，有没有觉得爸爸当歌手了呢？明星哎？我那时候说真的不知道哎，就可能太小了吧，那时候还不懂，对，还不太了解，只是觉得CD 放进去，怎么有爸爸的声音？哦，就是顶多是这样子，并没有觉得很新奇，对不对？问一下徐瑞好了啦。是。徐瑞，你有听过姑姑的唱片吗？有啊，可是我听的时候是已经是卡带了，卡夹式的了。对，因为那时候不是有那种很大一台机器，然后把卡夹插进去的那种。对对对对，那种的你有遇过？有啊。很小的时候，因为我跟姑姑以前见面的时候比较常就是在就家族那些婚宴啊喜宴上面的时候见面，然后都会看到姑姑都上台唱歌什么的，对，然后就大家每一桌的人就非常快就非常的开心，就觉得哇就很嗨的感觉，然后就觉得哇姑姑好红哦，对，然后是后来长比较大的时候吧，应该是可能姑姑真的很红，国小吧，国小之后，然后就有认识一些原住民的朋友，对，就同学什么的，然后同学就是爸爸妈妈他们问说，你姓卢哎，那你是台东阿美族？我说对啊，说那卢金子跟你有关系吗？那我就会吓到，想说奇怪，他们怎么知道我姑姑是谁？因为他你看他就红到一个，对，红，我这样讲，卢金子是那个年代的，他是73原住民的黑胶唱片的第一个。原住民的歌手，对对对对对，是真的对。而且呢，一定要
最其实红得很早，他因为十几岁就出道了，然后因为那时候出唱片的量很多嘛，对，你大概有100多张，对不对？五十几张，五十九张，然后几首歌。12首，14首歌，一张专辑，一张唱牌有要破千了吧？所以你们看他唱了多少，而且他里面很多歌都是他自己做的，自己写。对对对。所以是不是当时的创作型女歌手？哦，真的。而且是黑胶第一人，对不对？原住民的第一个黑胶唱牌的人。待会呢，这两家卢氏家族跟我们的这个吴氏家族的前辈们都相当的强。因为爸爸也得过那个金曲，对不对？谢谢。而且是爸爸这么优秀，姑姑这么优秀的家族，后代呢有什么样的惊人的表现呢？待会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我们先休息一下了，待会回来我们今天精彩的8点怎么能够。陪的夏天，你想怎么玩？给你一个地址，一点点的旅费，加上未知的任务，你敢挑战吗？好玩又刺激的暑假就这样玩又来喽！跟着我们一起当少年背包客，过个不一样的暑假吧！现在马上到原始网站回答问题，就有机会获得精美好礼，还可以抽台北马公来回机票哦！想知道更多讯息，赶快上原始网站查询。原住民族电视台专案活动又来喽！只要您对原住民族社会够了解，想要记录原住民族具有深远意义的重大历史事件，就可以参加这次的专案活动。即日起到9月28号截止，专案详细资格请上原视网站或洽询02-2631-8100-1983。观众朋友，今天是一个大明星在8点的日子，而且来自于两家。首先欢迎卢家族，耶、！Hello， 大家好。欢迎吴氏家族 ，Hello， 大家好，大家好。我们就说他们会怎么样影响自己的孩子跟我们的这个家庭呢？我们先问一下这个吴氏家族。我女儿从4岁开始，我要让她开始学粘土。嗯，粘土跟音乐有关系吗？跟敲击。它是训练听音，粘土是训练整个它的那个静态，因为学粘土可以把心定住，定点，然后就开始，然后就还好，不是因为4岁你也可以给他打坐了。他讲这我是忘记，可是我记得他在教唱的时候，他都故意把我拎在他旁边，然后我就会小朋友就会学嘛，也跟着这样偷偷学唱。那我呢？这个，对，问得好，问得好，是不是？不想理你哦。他也一样啊，他从4岁开始，我让他开始去学那个学粘土一样，整个完全是一模一样，一模一样。那教出来一样吗？不一样。可是我没有在旁边什么听就教学生啊，差在那里了。因为我女儿可能是败在这个地方，然后也没有这什么在那个爸爸 piano 爸唱歌。因为真的要讲一下，他小时候完完全全的五音不全到极点。啊，你那时候觉得弟弟怎么会这样唱歌？就说啊，你唱歌怎么那么难听？我现在没有多好听到哪里。我跟我女儿在，因为你会不会很受伤？老实说，因为你的爸爸是歌手，听说妈妈也很会唱，姐姐又是你知道完美歌手的那种声音。其实刚开始会了。那五音不全这是怎么来的？现在不问我爸怎么来的。他的五音不全，因为那时候刚好在还在变声期，变声期难免呐。那你们家呢？还好吗？
哪里还好、啊？阿美族应该都很会唱、啊。厉害！刚讲到那个什么，讲说怎么、啊、怎么不会唱歌，我们家也会这样子，就是一听到有人那种不会唱歌的，我们家都会这样。卡夫萨这样子，他说不要盐巴。阿美族的家里会嫌弃。可是我现在来问一下，就是那个易伟跟易凡，当初就是说你们如果说没有想没有当歌手，如果没有从事音乐这条路，你们会觉得自己应该要做其他的工作，有这样的想法？其实我还是会跟音乐有关，就是教学生唱歌啦，然后自己也会出来，比如说 pop 唱歌。那易伟呢？我也是对，就是跟音乐有关啊。就是走幕后吧，走幕后，对啊，就是对学乐器还蛮有兴趣的，对，还是要从事跟音乐相关的。其实我女儿她本来因为从艺专出来以后，她一直想去学那个到意大利了，到法国了去学声乐，学声乐。那我就跟她讲，我说不准，为什么？哎，搞家庭革命说，我说你永远不可能当声乐家，我说你要当声乐家，第一个你要先把喉咙整个稍微调整。因为他整个力度不够嘛，跟国外去比的话力度不够嘛。我跟他讲第二个，你必须把你的身材整个一定要对，因为你知道西方人的那个共鸣腔，因为整个胸腔腹腔会比较厚嘛，对，真的不太一样，会有一些会吃力了，但是不是说完全打不到。所以我跟他那一阵子是家庭革命，他已经到革命的地方了，这真的隔很大呢，真的哦，怎么样，姐姐要离家出走了吗？离家出走，他有一次我记得是，因为我们一定要就是回去过年，一定要。然后就有一次他去意大利，然后顺便也是去看，因为我不能留学，我不能去那边读书，我只好想说，那我就给我自己两个月的假去那边看一下，就是那个样的世界，因为我们没看过啊。然后我就想说，好吧，就趁那个时间出去走一走，这样很好啊，这是好的。自己存，我自己存钱呢，我也没有。可是后来要回来要过那个除夕要吃饭的时候，他就突然打电话给爸爸说，我不要回来，因为就是好像初几，可能例如说初三有一个很棒的表演，然后他要留在这边看，他就不要回来。啊，结果呢？哇，吵架呢。然后后来我不知道后来两个吵得怎么样。后来爸爸就忘记，是我太太，就跟他讲，哎呀，女孩子有什么关系啊？那个习俗的东西，家族东西啊，你就有一年没有来也无所谓。对。然后被劝了，然后我儿子也在旁边。对。然后一直装哭这样。我儿子。不是的。你说。你好会装哭，你们家怎么这？不是啦。我们家最恶心。因为他打他一打给我，他就一直哭。姐姐，他就哭，对，他就哭，讲说，对，你跟爸爸讲啊，说你真的有很棒的那个戏，可是我就哦，好好好，然后我就有听嘛，那其实，所以就帮他在台湾哭，其实我有帮姐姐讲很多话，所以当爸爸在生气的时候，妈妈也在劝他的时候，其实我就用哭的这样子，我就有跟他讲，姐姐去啊，对啊，这样子，我就有那个劝爸爸，没白疼你了。没有白疼你啦！来问一下卢氏家族，对不对？这个因为学瑞就是后来是在那个歌唱比赛崭露头角嘛。对。哎，那是第一届的时候，对啊，那时候大家都你知道围着电视区，真的像在看棒球比赛，真的就觉得你知道就是感觉全神贯注，而且你是那时候算是唯一的第一届，那时候只有你是原住民吗？比较明，因为只有那时候只有我前讲到前七强好了，前十强的话。就对，我跟阿美族，然后还有宣荣姐姐，对，泰雅族的。哦，宣荣，对对对。对对，那时候其实就是你们这几个原住民，就是特别的让我们大家去关注嘛，对不对？那个卢那个伊娜，你在家里看到电视，家族有没有在讨论说，哇，继卢靖子之后，我们看到了卢学瑞这样子，也蛮高兴的，很高兴，有没有？他们都是，哎呦。真的呢，又有卢家出来了。对，有卢家出来啊！你们会在就是家围着电视去看他的每一次比赛吗？会吗？会，尤其是台东那些乡亲有没有卢氏家族以马兰一代为主的？真的，真的哈！哇塞，我就从那时候奠定了那个花东小王子的封号。花东小王子啊，对对对，對就是学瑞，其实以前都有偷偷的在模仿老人家唱歌，那也有模仿。卢靖子唱歌，对不对？对，他有。对呀。唱原住民的时候，那 accent 都有，真的。accent 都，你在讲英文有没有？那但是伊娜，你知道他有曾经模仿过你吗？
不知道，不知道啦。来，我没有在面前模仿。莎莉卡卡马波龙，我们今天全球首播，卢雪瑞模仿姑姑。来来来来来，因为姑姑唱歌有一些，你知道那个她的仪态方面的。就是很挺，很挺，一定要对，很有巨星的风范，一定是巨星。对，然后他的唱歌的重点就是他的转音，还有抖音。注意听他的转音，因为我觉得这个非常难。对，这个一定要是在有某一种技巧跟你知道一定的 level 以上。好，那我就示范一句就好了。一句，这经典句，好经典句，就唱那个哪一路弯，好不好？对，那通常我们就哪一路弯这样子，但是卢静子小姐唱的不是这样。哦，高举，她很高举的感觉，对。好，要开始了哈。开始了。那一路啊，那一呀那呀，很像，有吗？很像啊！老师，请评语一下，有像吗？哦，太像了，是那个转音的地方，尤其转音，对，因为从以前，我很小的时候就已经在听了，对，卢静子的歌，这个转音很经典呢。我觉得卢静子她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是。变成往后我在从事原住民音乐的时候，他也是那时候我在听他的整个唱片的走法。卢静子他出片子，我觉得最大的影响，他带给我们一些整个原住民的音乐的一种发展哦。嗯，没错。我觉得包括我在开始在做原住民音乐的时候，他的东西也是我在模仿学习。对。然后因为整个这个曲式不同，因为他是属于马兰的嘛，可是我们。北原商贸一定要用不同的方式，可是它也是影响我很大。对，因为它算是某一个时期的音乐性代表人物，对不对？对，对。而且他那时候唱腔那种还是有那种你知道老人家的唱法，然后再加上自己的一点诠释，然后有点加那个时候的流行的味道。这也影响我很多，也影响你很多。对，因为我之后比赛的时候。那时候专注在于就我的曲风比较就是在 R&B 的地方，难怪那么会真假音，对对对对，那真假音转换切换的地方就是那时候姑姑有那种唱法，对，都是用姑姑的唱法那时候。那个伊娜你也会唱 R&B 吼，一定很厉害啊，节奏蓝调的部分。下次我们就教他唱节奏蓝调，对，一定是要唱。然后是唱一些你知道这种 R&B， 对啊，灵魂的音乐。那其实我们刚才听到那个易伟了，不，易凡已经讲过，你对他这个忧心的是曾经有一个离家出走的抗争。那这个易伟呢？易伟是哦，有啊，他们还害我一次，母姐会两个就父母没有去，要变我要去，然后我看起来又很像他妹妹，你知道吗？然后所以老师们都那时候明明就看起来像我姐姐，好意思哦，只是现在看起来像我妹妹，因为比较矮小，所以老师们就是你知道他怎么会跟一个姐姐也讲怎么讲也不好讲。然后那时候就一直攻击我弟，那时候心里我也很难过。老师也一直就是攻击他，攻击对，就很多人都一直攻击他，说哦你那个弟弟哈怎么样就讲，就他也没有办法自己就是多讲一些事，对，他也会讲说哎奇怪，你爸爸妈妈是因为真的也不想去，因为吴杰辉他从来不跟我讲啊，没有我不讲啊，因为每次去的时候避免到时候爸爸妈妈就跟那个老师就连成一线，有没有，就一直骂你什么。因为我记得我有一次国中就是比较不好的示范，就是我跟一群朋友同学啦，然后我们写联络簿骂老师，就是对那一次蛮严重的，那次真的很严重，然后就骂老师，然后就我想说奇怪，怎么没有先念我那本，先念那个两个同学的那两本。念完的时候，然后就再念我那本，奇怪，念我那本，奇怪，我爸怎么在后面？然后他叫你爸爸来，他叫我爸来，对，然后就后来你爸爸直接怎么样？就后来听完的时候，我爸就脸就开始就垮啦，然后就开始垮，就其实也是因为让爸爸很丢脸啊。不过我看得出来，爸爸哦，就是对你们两个的那种忧心跟担心啊，还有期待，其实是很多的。对，今天呢，我们要透过一点小小的时间，来要让那个易凡跟易伟来做一件事情，总是要先缓和一下吴家的所有的恩怨怨。对，要抱一下子。对对对，我觉得在因为爸爸就喜欢音乐嘛，就是你们来挑一首最喜欢的歌唱给他听，好不好？我们挑这首是爸爸跟妈妈他们在恋爱时候，哎呦，常常在唱的歌曲。那时候你们喜欢唱的歌？不是我喜欢唱，因为他跟我妈算是私奔到台北。对，他们是他们其实比我们还叛逆的，超叛逆。对，你还怪人家？那还好吧。
所以那时候爸爸妈妈就是恋爱的有革命歌曲，对对，所以叫是那首歌名叫《月亮代表我的心》。好，我们今天一反一围呢，就是即便年少轻狂，有那么多担心，像爸爸担心，今天用这首歌来送给爸爸，我们一起来欣赏。生命剧展单元剧公开真案来喽！欢迎以原住民族励志故事或可改编自原住民族文学以及其他多元文化为题材内容来报名，即日起到101年10月25日止，以当日邮戳为凭，相关资料请上原视网站查询。听见过的女孩中，你是最美的一个，要是能就这样挽着你手，从现在开始到最后一刻，不要抱歉，不要告别。他来了，他来了，比基尼和夏，为你认真的人。在心灰斑斓里放歌，哎嘿哟吼啊！哎吼，萨利格干嘛不露？吉阿洛嘎哥，我是阿洛。今天呢，要代表八连怎么能够团队，要祝福原住民族电视台7岁的生日快乐！家都是大明星，推出了卢氏家族以及吴氏家族。首先要问一下学瑞，就是学瑞跟姑姑两个人就常常会出没在那个你知道各大喜庆宴会的场合，常常是受邀演出，对不对？对啊。
真的每个人都非常熟悉谷物的歌，所以就后面伴奏老师啊，他们都直接串成就是主曲。主曲，哇塞，太熟了。对，在我唱的时候，哎呦，哦，好多那个妇女他们都跳舞啊。对，哇，那这样组起来，他的歌要组三天。因为你的歌就是大家就耳熟能详，从小唱到大的啊，我们听到大的。对啊。然后我是走。就是古调路线，然后就让老人家落泪那种。哇，你是很心机呢哦，就要区别一下，没有。对，要区别一下。因为以前都是爸爸妈妈他们就做文化艺术工作嘛，所以就跟他们去各个部落就采集原住民的古调这样。你那时候就比赛 PK 的时候，就那时候是第一届嘛，对不对？第一届的时候，因为那时候你的身份其实很凸显。对对，那时候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你会你是唱古调唱母语歌，大家才知道你是。原住民吗？还是那时候也是先唱流行歌，对，然后也是唱专门唱那种陶喆的歌曲嘛，可是他就是 R&B 的东西，所以那时候陶喆姐就问说，哎，奇怪为什么这么会转音？对，然后说因为我之前都是唱原住民古调，其实古调有很多的成分都是在于转音的部分，尤其是阿美族，对，你要唱起来比较悠扬的部分，就是唱就是靠一些转音去带过这样，所以他们才惊讶的发现说，原来你是小美，就是因为阿美族的关系。对，那时候陶喆姐讲说，我就跟陶喆讲说，哦，我叫小美的原因就是因为我是阿美族的关系。对，就是因为是阿美族这样子，对对对。听一下好不好？就是看看能不能有没有一首歌比较像是几句就好。一首歌，那应该就直接唱《爱很简单》，因为那时候比赛也是唱《爱很简单》。副歌，副歌，副歌吗？直接唱。I love you, ooh, yes I do， 一直在这里 ，babe， oh yeah， 一直在爱你。转音，对，转来转去，就是这个东西的技巧是从很多的古调，其实很多古调阿美族的那个什么，那一路啊，那咿呀那呀哦，都会一直转转转转转，对啊，就是以前就是唱古调，所以有帮助。呀那咿哟咿耶，哦咿呀，就很多花招，很多花招，就是有一点点，就是有一条路，但是他就是一定要稍微走，你知道，稍微就是好像要假装自己马拉上一下，对，有一点点摇摆的部分，对对对，所以这个是古调，就是唱歌的一种很重要的韵味哈，老人家都会用这种唱法，对，你自己听他的唱片，你觉得？我都蛮喜欢呢，你都很喜欢哦，我会想说，哎，我这年轻。几年的话，也许我还比他好。对，比他，我还想说我在年轻还比他差。对对，但是比他好还是姑姑还姑姑还是很厉害。差的话就不行了。对，因为姑姑你知道很难追上他。太经典了。因为他出五十几张了，有没有？首先五十几张的歌手太难得了。太难得。好，就是吴氏家族来讲一下。像我女儿一开始介绍她去 pop 演唱的时候。整整两年，我每一场都去，哇，每一场哦，你知道也没有缺席过，也希望可以保护他，督促他，不不，鼓励他我在看他的进步，非常严厉的对我在音乐上面，哎，这一点呢，我真的是对他非常的严格，严父慈父，甚至于他在唱怎么唱，如果他音稍微一转以后，他就马上接到点歌单，往上面写音有点飘掉喽。哎，真的，爸爸会这样子，爸爸好严格。哎，可是你知道，爸爸常常也看到两儿子女儿去登台，然后或是 PK 很多比赛，也会去陪他们。但他们如果受到很多的，比如说挫折或是考验的时候，比如说艺伟之前有去参加某一个有台的歌唱比赛，那。曾经就是你知道，就是有被评审稍微数落了一番，对不对？对，网友也一直攻击，网友也攻击哦。因为那时候比较胖嘛，因为然后评审怎么说？就是说，而且那时候衣服又比较小一件，就是人家借给我的，然后所以你就会一直动，很不自在，然后再上去唱歌，其实你不自在，你就不好唱歌了，对。然后在上面就一直动来动去，评审就会讲说啊，就是。你不要一直动了，很油，你知道吗？看起来好像猪在那边动。那时候你在台上，有没有觉得很难过？我就
就一直笑啊，就傻傻的、啊，就不然怎么办？在台上哭。还好你的儿子是一个很乐观的孩子，但是爸爸后来知道这件事情吗？他不知道，我不知道，他后来第二集他有去看我比赛。那、啊、第二集还好，我评语讲的还不错，所以爸爸还蛮开心的。哦，对，是。那姐姐呢？就是有没有去碰过那种 PK， 或是去表演的时候，就是真的不好的表现，然后或是被评审或是怎么样遇到过这种状况？其实都还蛮常有的，但是因为我已经习惯了爸爸对我的严厉的字。对，可是你说看到女儿他们或是受到这样的挫折，或是评审的一些那种评语，说你我有时候会这个舍不得，讲真的会有点，对呀、啊，会一定会会自己骂都还好了、对不对？因为别人讲就觉得哇，因为评审在讲的时候，对，然后我就会讲说你的专业到底我们两个人的专业到底要怎么比啊？这样我自己心里会这样想。你看呆样的爸爸有没有？哎，对自己就是可以那个严格的控管女儿，但是别人讲自己女儿说你是懂什么？会你是哪一个臭男人？这是真的、啊。就我的女儿哪有哪是这个东西不好啊？就但是我是觉得重点是因为爸爸本身也是专业的评审啊。那一方面是说真的，她是你的女宝贝嘛，对不对？你就觉得再怎么样都还是会心疼她，有时候会挫折，尤其她也是担心她心里会难过。尤其她出第一张专辑之后的那个整个黑暗期，因为她刚好是她出那个专辑的时候是刚好是 SARS 嘛。怎么那么倒霉、啊？所有的整个校园演唱都没了，全部取消。所以那个时候很挫折，是那时候吗？就还蛮挫折的。嗯，你知道爸爸就是在你知道在音乐界德高望重啊，有时候我们成就很难僭越他啊，你不会觉得哇，好了就反正就爸爸就走这一行就好了。哎、啊，我们就你知道稍微会有这种心。其实我现在笑他，我说你现在知道我痛苦了吧？当初爸爸怎么对我的？你现在有压力了吧？然后我爸就开始对他在音乐上面。他现在开始就是比较严厉一点。只要在 pub 演唱的时候，我会去听你以后，我就开始整个。他会告诉你，爸爸真的是大家的爸爸。我整个脸色，我再听一下。因为他的歌曲哈，他可能跟身体有关系，对他的整个那个 balance 哦，常常会不稳。你看他是专业的评审，对他的整个 balance， 尤其声音的音高，整个如果体力不够，他的高音上去哦，音一直点不上。所以现在开始要严格的训练他了，对不对？不会，他自己不。不过现在他不用，因为他会先来问我，然后我就说哦，刚爸说你哪一首歌怎样怎样怎样，你自己好好回去练一练。然后后来他又觉得说算了，还是去问一下爸爸好了。就爸爸，本来我只讲可能五分之一，就爸爸就把其他的五分之八全部讲。爸爸就说来，你坐下来，我先从头开始讲。对对对，真的哦，就开始讲。我跟你讲，你知道，我觉得吴廷宏爸爸。真的是一个大家的爸爸，你知道不是他只有这样对你们，因为有时候我在表演的时候，我跟他，然后在台下他就会说阿洛你来来来，他也会这样对你，阿洛来，我觉得你刚才唱得很好，但是有一个部分他就开始讲，那其实我很虚心领教，因为我觉得他一定是很真心的告诉我的意见，我觉得就说这爸爸真的是很好。好，我们待会还会有更有趣的话题，不管是卢氏家族或是我们的吴氏家族，他们的内部有非常多的火花，还有心酸，还有这个笑跟泪水，都可以跟大家分享。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回来，今天精彩的八点怎么能够？拜访两个部落，是大社部落。讲到大社部落，哇，开玩笑，它可是艺术大师的摇篮啊。第二个呢是泰武部落，他们的泰武虎摇传唱队相当有名，还拿到了金曲奖哇。每周五晚上10点，王洪恩的部落风带你放轻松，呼呼呼。
吉大度原住民族电视台。Hey yo, what's up? Who is this bad girl? This is me. Who is this bad girl?回到八点，怎么能够？是的，今天怎么能够请到这个两个家族，而且是非常丰富的，带给我们他们就是家族里面发生有趣的事情。我们刚才提到就是吴家，对不对？吴家有女初长成的过程当中，是就是为让爸爸对这个孩子有很大的期待。其实我曾经看过，就是一凡曾经参加过非常多的歌唱比赛，对不对？这也是一种训练。的确，嗯，那弟弟也有，你有要求他去参加歌唱比赛？我有拿过第一名，好不好？有，就两队吧，很多队呢。有，对，我也让他去参加好几次的歌唱比赛。对，爸爸对他们两个的期待是什么呢？就是你希望就是一伟未来可以有什么样的发展，在声音的表现，或者成为什么样的哪一种唱什么样歌型的类型的歌手？一伟的部分，我是希望他做全方位。全方位，比如说他可以演戏，比如说做一些幕后我就可以制作那个创作等等。其实我希望他们两个不是只会唱歌，你还要懂得创作。对，懂得创作，我觉得这个比较可能活得会比较久。对对对，的确有多一种选项这样子。那一凡呢，特别呢，一凡我就希望他早点嫁嫁人，有时候这些东西哦，是不能免，是一个谜，是一个谜。对，每次跟我太太在讲，我说哎呀，你们这样好像我嫁不出去，没有啦，只是真的没有，就是碰到要真的，对，要真的要遇到好，宁可遇到好的啊。但是爸爸是希望你真的遇到好的了。对了，对啦。但是我比较喜欢，就是因为我女儿的创作的确，她的整个思维会比那个一伟啊强一个 level。嗯，但是因为有一个最大的好处在哪里？因为他没有他跳脱那种曲式的方式之后，他的反而比较新，东西比较新。嗯，他比较就空间无限大。对对，我女儿是整个来讲，你一听哇，整个你可以活在整个，有时候曲式的走法哈，一般的人不容易唱，只有他能唱。所以爸爸对你们的期待，你看他一样都给你们很好的评价，虽然严厉，但是就有很多的爱。可是你们有没有想先从一凡来讲，就是今天呢，就是不管在演艺事业当中，或是家从小成长，其实家人给你很大的支持嘛，对不对？对啊，其实在音乐上面，对，因为我常常知道你上很多节目是，其实都是爸爸就是为你撑腰，对，保护你，让你觉得很安全。因为你知道很多人闯荡江湖，你知道哪里有爸爸在后面陪他的？对，因为爸爸就保护你，我就觉得会很安全。这样，因为有时候觉得哎，不要把你不要看，但是就爸爸就是因为他有经验，他一定会在很多地方帮你铺好。对，而且人脉，他硬要来。对，而且旁边起来，他旁边去跟很多人打招呼。哎，这是我女儿，请你们多照顾她，就多做了很多。这是真的。可是你自己来讲一下，就是你在对于这个家人的部分，你自己对爸爸，你有没有觉得你很想跟他说，你曾经因为年轻不懂事鲁莽，曾经真的是很冒犯，一直都没有说出口的一些很抱歉的，趁此我们的 sorry 舞台，今天在八点怎么能够来给你一个机会？谢谢，好，感谢，感恩舞台。对，因为我知道我的个性比较属于直，对，就是很有想法。那其实我也是知道他们真的很爱我，那只是就是希望说我好了，我以后会好好的。干嘛你要哭了？对呀，你知道爸爸很难得听到这，对，你要诚意一点这样。不会，因为我怕我会哭啊。谢谢一下爸爸了，爸爸真的对你们真的太好了，关心你们。因为之前爸爸他差点就是我们觉得他真的要离开我们了，觉得说对他之前身体不舒服。对，那个时候其实我完全无法想象，因为想说这么大家眼里面这么嗨，然后这么活蹦乱跳的人，怎么会突然之间就让人家这样子？然后那时候我跟妈妈啊，每天都。就是看到爸爸那样子，你真的会很难过，很受不了。你就只希望说，爸爸你听话，你好好的把病养好，你要相信我们会祷告，我们会一定会好的。就是你先不要想，因为生病的人一定也会很害怕。对，说那我现在怎么样？可我觉得好不舒服，都会发生什么事？对，然后他也不知道白天晚上，他只知道说我每天就在等两个时间，晚上你来看我们，跟白天来看我。对。
然后那时候都要哭了，是然后你就无法想象，怎么你进去看的时候，你根本不知道，因为你去每天医生跟你讲的那些术语，你听不懂。我只知道你那时候在加护病房，加护病房，因为他在那边就住了十几天。哎呦，我的天！七天，真的会成魂颠倒。加护病房七天。然后医生就可能就跟你讲一噼啪，我听不懂。那你现在告诉我现在是怎么样？有没有比较好？说没有啊，他现在是站在悬崖边。而且比较难过是第一天是看刚进去的时候进加护病房是比较状况好一点，可是第二三天的时候就感觉好像状况越来越差。而且当你看到他身上插很多管子，哦，那是最难受。然后在那边床上觉得怎么会这样，然后你就也不知道该怎么办的那个时候，其实我跟妈妈真的是很无助，可是我又必须要撑住妈妈，因为妈妈就是在那边哭，怎么会崩溃这样？对，那你又不能在面前，对，在她面前，所以姐姐就开始就觉得自己是大姐了，有没有？就是有大姐的，对，我是家里的大姐，对，希望爸爸健康。对，其实我觉得什么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要有健康的身体，才可以做很多你想要做的事情，不管是唱歌也好，或是创作也好。对，所以我希望就是我爱你们，也希望你们能够都好好的。感人哦！好，来，学瑞来，让你赶快 say sorry 舞台给就是家人一下，来来来，演艺事业到今天，哇塞，我们都一定要感人入线啊！怎么？哎，家人有没有因为你这个演艺事业曾经就是伤，曾经因为伤心什么样的状况过？多少一定会有吧，因为当初从比赛出来的时候，因为那时候算是就是。整个就星光还蛮当红的嘛，那几年，对、啊，然后所以那时候爸爸妈妈他们也有在工作，对，然后我就觉得自己好像有就是奠定一个位置了，所以就跟他们讲说，哎、那你们不用工作了啦，就是我以后来养你们这样，然后他们也觉得，但他们就觉得很开心嘛，对，然后他们就真的就辞去他们的工作，对，然后可是隔没多久，就其实前一阵子我自己状况也不是很好。对啊，因为就是我大概有一年半左右吧，对啊，都是没有工作的状况。对，就是又没有发片。对，然后那时候自己就是会情绪也会有一些不，就是不好的地方。对，所以那时候跟爸爸妈妈他们的关系很紧张。对，就很紧张这样子。对，然后我是也是要谢谢他们的，就谢谢爸爸妈妈他们就是很包容我。对，然后要。我都要哭了，要我讲一讲我们两个，然后，因为有一次我自己，我觉得我还蛮对不起爸爸，原因是因为后来他也是回去工作，对，然后回去工作之后，哎呦，就是，大概那时候因为他就工作大概连续超过48个小时都没有休息，对，他又再回去找工作，对，然后连续48个小时没有休息之后，然后。因为我那时候就是很不听话了嘛，因为我觉得反正你们那时候我觉得爸爸妈妈他们就是有瞧不起我的感觉，对，然后所以那时候我也常跑出去，对，然后就是两个关系都互相的，对，然后再跑出去玩，然后知道爸爸因为工作长时间，然后没有休息，结果爸爸就病倒了，对，然后还啊也爸爸就生病了，对，哎，那时候的心情是怎么样？就是会觉得自己很自责吗？对啊，当然会觉得就是很自责，因为觉得很，就觉得当初信誓旦旦跟他们承诺说我会养育你们，那结果反而变成这个样子，害你们不管是身体上或是心理上都不是那么好，对啊。现在有没有什么就短短就这样直接对家人跟爸爸说？就是现在，现在我也是，就不管是心态上面也好，然后还有就是在工作上面也好。对，就是我现在也是慢慢开始有一些起步了，对，不管是在歌唱方面，然后还有戏剧方面，对啊，然后就希望爸爸妈妈他们就是真的能够放心，对，让我能够，就是让我觉得，我希望他们能够对我感到很安心，然后我就可以很自在的飞翔，对，然后爬到最高的地方，然后真的是好养育他们，对，那就跟你们说声辛苦了。对对，姑姑她是不是很棒？都想哭了，对。今天这一集呢，真的，我们虽然时间很短暂，但是我们非常高兴，我们的两组的家人给我们更那么好的一个，应该讲是说，一个经验谈，然后一个分享，甚至还有家庭当中他们曾经经历过的一些小挫折，但是到后来之后呢，可以因为家里还是有那么多的爱，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
年轻人的努力，我觉得这一切的一切都是一个美好的经验。但在此我们还是祝福两个家人都越来越幸福，不管未来有什么样的困难，我们大家都一起携手度过，也希望大家能够有一个非常平安平静快乐的每一天。好，谢谢大家今天的收看，我们最后我们要在一个歌声当中跟大家说再见。我们来听的是就是全球首播马兰姑娘就是卢雪蕊跟卢靖子第一次在电视台合作唱这首经典名作，也谢谢大家收看，谢谢你们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欢迎怎么能够明天见，我是阿洛，祝大家晚安。Raja puning harta cah si awanan secah si paramora tu cah sujat. Kenapa amang ayah nggak bayar mata cah sinu wana si cah cah awnya cah mu cah sama sama ya kuria ya. Wei nama ya, nggak bayar nggak pasal terdapat.罹患神经母细胞肿瘤的陈邦泰是个贴心又乐观的孩子，但是他的生命只有短短的14年。
求子心切、人工受孕又失败的陈德勤、周韵玉夫妇，一趟泰国之行幸运得子。没想到这孩子得之不易，却走得这么匆忙。他很担心我们两个老了，没有人照顾，所以他说他要留下来，他不要走。他看到新闻在讲癌症，那是在讲大人的癌症，他就跳到电视机前面，指着电视说：“妈咪妈咪，我也是得癌症的，你看我都这么健康，这么好。”那种态度，你知道吗？好开心。其实去学校没有人相信他是一个癌症的孩子啊，而且他在小一的时候，学校有一个功课是要查字典，他查了一个死亡的死字，他把它写出来给我，我吓死，我真的吓死。我问他说：“你为什么会写这个字？”他说：“这个字好像不错耶。”我说：“可是你知道这死是什么意思吗？”他就说：“不是很清楚。”就天上还是有人呐、啊，还是有小朋友。他走了之后，我在找他的东西。我希望他有留下一些字。结果有吗？就只有刚刚那张粉红色的，对，好感动。走过丧子之痛后，周韵玉决定当志工，好好还债，来感谢邦泰生病的九年当中各界的帮助。孩子走了，我们其实也在生死看得更开，所以连墓地也是跟孩子在同一个墓地，也都埋好。所以我觉得那种东西没有什么好忌讳的，就是变成说先都准备好，以后帮你忙的人啊，就不用花时间去问，哎，这个山头好还是那个山头。原氏纪录片公开征案，只要您记录当代原住民传统文化、生态环境、人文艺术或教育议题都可以。即日起到2020年10月26日截止，详文请上原氏网站查询或来电02-2630-1983。古努力心啊，好赞古努力安，古努力那努力了好运，你去哈地爱多，你那多阿妈努力了，阿弥陀佛。Atau cipana ya hoi, marah cicaya iku tayar nangra, marah cicaya iku pitiri nangra, mati ya uang malika kai cangra. Cangra hoi, itini ai itongkai a masasifana cangra, nao hani, uterus lo misa-amisai cangra.在。